好了，软软，你小心点啊，小心点。软软，这几天你可得好好休息一下，有什么事情你交给我来做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软软，你要去干嘛？我去帮你拿东西。不用了，可以的。那我陪你去吧。真不用你管。软软，你哎呀，我要去厕所。啊，软软，你慢点啊。可可，啊，我想洗澡。啊，你能不能帮我？我。造孽！软软，你毛巾给。哎，软软，你把衣服穿好。可可，你想什么呢？哦，家里没水了。啊？还真没水了。过来，看这儿。啊？这里没水了。哎，为啥？这不有？哎呀！我你头发都湿了，软软。我快关掉。可可，你衣服都湿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软软。哎，你头发都湿了，别冻感冒了。啊，你不是说你有八块腹肌吗？你不是说你有 C 吗？瞒着暗恋对象偷偷找了个很哇塞的小女仆。软软，这是我找来照顾你的。啊，谢谢。软软怎么有点不开心啊？哎，她今天也没有涂口红啊，这谁用过的？新的吧，不吃吧。哎，软软，你这还没吃几口呢。哎，小先生，要再来一杯新的吗？我自己来就好了，你去照顾他吧。那好吧。啊？是故意的，就是故意的。怎么了，软软？你没事吧？软软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把我杯子打破了。啊？软姐姐都是没有接我，所以放屁。啊？我根本没碰过杯子。哎呀，你手都烫伤了，你先去上点药吧。软软，杯子坏了就坏了，我再给你买一个。买个。哎，软软。出去。冷静一下吧，我们先出去。瞒着暗恋对象偷偷找了个很哇塞的小女仆下。软软最近怎么回事？这脾气有点暴躁呀。曹先生。啊？有件事我不忘刚刚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所以我都自己贴钱买菜的，但是今天要把钱找到。啊，在哪里啊？在软软姐姐的衣服口袋里面。她肯定是看到我乱放钱啊，帮我收起来了。软软，我那个桌子上钱是我买菜用的，你不用特地帮我收起来。什么钱？啊？你不记得就算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去把他叫过来。啊？他们在聊些什么呢？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曹先生，我可能不能留下来了。啊？发生了什么？你们？我昨天凌晨起夜的时候，听到你们在房间里面说话，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偷听的。但是软软姐姐，等等，你说她房间里有别的男人的声音？不知道，我可能听错了吧？我先去洗碗了。偷偷找来的小女仆竟然趁着停电对我下手。评论里有说让我装监控的，其实之前就已经装好了，正好听听他们到底说了什么。怎么了，贝拉？曹先生，我煮了鱼汤，我忘关火了，我去看一下。贝拉怎么慌慌张张的？哎，他们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哎，我操，什么情况？哎，柔儿，你别怕，我来陪你了。你等我。先生，啊，家里好黑，我好害怕。你干嘛？对不起，刚才我太害怕了，家里跳蚤，那个开关太高了，我够不着，你帮我一下吧。哎，好了。乔先生，你好厉害呀。对了，我要去看一下软软。乔先生，哎，软软，别怕，是我。可可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你不是说你来陪我的吗？对不起，软软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太害怕了，所以才会说他在外面陪我了。出去吧，我要休息。那个，软软，我留下陪你吧。陪他。啊，我陪他干嘛？滚出去。啊？滚！